神陈冠霖曾出演过多部经典作品，凭借帅气外形受到广大女性观众喜爱。早前陈冠霖结束拍摄后宣布回归学生身份，考上了政大 EMBA 课程。随后他还透过社群晒出了在校门口的帅气自拍照，并在文中表示重新回到校园的感觉真的很奇妙。近日陈冠霖再度分享一张在上课的照片，并开心表示终于上课啦，似乎很享受校园生活。画面中除了拍到了同学和政治课程的 PPT， 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他的学生证照片。几件学生证上的照片中，陈冠霖穿着白色西装外套，内搭黑色衬衫，带着妆发的模样帅气十足。照片曝光后，让网友们纷纷直呼：这么上镜的学长，连证件照都这么帅，肯定是校草无疑了。Bye.